家裤子就快掉了。你是不是拍到我的屁股？这个我只是去喝一口水而已。就是不能喝水。掉了！你是不是拍到我的屁股了？有，我看到了。你小心，那个锅子很薄啊，所以很容易油就热了。好。你帮我拿一点菜谱出来好不好？这个菜谱。哎呦！这个菜。哎呦！你去拿一点，我把它切。我都跟你讲过。你小心那个锅子很薄啊，所以很容易油就热了。好，对。我只是去喝一口水而已。就是不能喝水。